啊，我是不是要挂了？哎、欸，鞋子、欸，这里，你为什么不先丢石头，丢你的鞋子？哇，我以为这边还可以走。哎、欸，对你敬礼，对你敬礼，再见。救命啊！怀念你，怀念你。一路好走，一路好走。哎、欸，这傻小。你旁边是没有门可以开哦、喔。快放我出去！哎、欸，好血腥啊、喔！哎、欸，好血腥啊、喔！我直接被分解、欸。哇！哇！有分解过来？哎、欸，他过来、欸。对，你拿过来。我让他走进去，他就会过来、欸。哇哇！现在还有陷阱！我靠！这也不能碰到分解怪，也不能碰到旁边了，看也太难了吧？总觉得他这个比较……你好，没事哎、欸，操作没有那么方便，我觉得怪怪的。哎、欸，有宝箱，去开去宝箱开！宝箱怎么？哎，那是什么？抓娃娃机，抓娃娃机啊！会转吗？会转啊，会转、啊，不用丢鞋子啦。这个应该也是不能被碰到吧？要过去，这很难呢、欸。你们不是说太简单了吗？不是说这款游戏很简单吗？哎、欸欸，旁边那是出口，绿色，不是、欸、是吗？是吧？哎、欸，不足吧？哎，三小，哎、欸，这传送门呢、欸？怎么还有二楼？哇靠！没被撞死呢。还有传送门这个机制啊、哦，新的东西好多、哦。那个是城市，应该是平面的啊，怎么会变成二楼呢？对啊、哦，那就长宽高啊，那就长宽高啊，有四楼哎、欸。陀螺，每个都开开看。我知道它是一个立方体啦，它不只有平面啦，这感觉就不对啊，不对劲啊。你下面感觉很多针，你下面感觉为什么你没事啊？啊，就水而已，又不会怎么样。我都已经踩到了。来，陆可，你走进去看看。掉下去了，还在变冷。我刚有啪一声，你们没听到啊？没有。你看，这下面是刺啊！这下面是刺，你仔细看。我看到了。有。没有，之前是可以直接开房，然后一堆人可以直接自己家。还是有气球。有气球哎、欸，有礼物哎、欸，有礼物哎、欸，开礼物，开礼物，快，快，拆一下吧！啊、没事。为什么你没事？看，哇，哦，没事，每个人有100滴啊。那什么？不知道、欸，我怎么知道啊？你进去看看啊！妈的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已经死了，去看一下吧。冷气耶、欸。对啊，会解冻啊，说不定会回血，快点去摸一下。回个屁哦！你看，死了也要害人。没有，我怎么敢呢？你们都没有鞋子啊？有阿金早上还有一双。哎，差一点，另一个差点要进去送死。那什么那好？我们有东西可以丢了吗？没有啊，你们就用肉身去刺吧。看，这是刺哦。哇，你死了，你这样就死了。哎、啊欸，有蓝蓝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？有啊，有蓝蓝的可以走啊。蓝蓝那是可以走的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们不要在那边出馊主意，谁会知道啊？你走走看不就知道了？你走走看嘛。这攸关生死啊，你要考虑啊。不要，你要像个男人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哦、你看，这只是水而已嘛，怕？这么怕？你看水啊，你怎么不走嘞？我不要啊，不要啊！冷气房吧，这边，你看，摸一下啦。换条路。那个水痛啊，水有刺，说不定是有隐藏密道可以走过去哦。有一条是没有刺的。哦，回来吧，是吗？对，小地图有了，忘记了。哇哦，
哇哇哇金哇泰迪，喂傻小，泰迪从此死马，干什么垃圾游戏？我被泰迪淹死了，很幸福的死法，不错了好吗？这也不一定了。哎、欸，闪、欸、啊！白痴，差点被炸了。反应能不能快一点啊？你怎么还看他三秒嘞？啊，这个只会看一次而已吧？不会啊。有跑上哎、欸，那什么？补血补血，可以吗？好烂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是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？赶快走啊！哎、欸，绷带，先补血，那个补血。对啊、哦，走走走走，不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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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你妈啦！死的人怕什么？讲大声。死的人讲话很大声哦。干，哎、啊，走啦走啦，讲话不腰疼、欸。死了死了啦，死了死了，再见。啊，这跟我一样死法，铁链。你直接往前走，毒死好了、啊。你就往前摸摸他，摸他摸一下。啊啊啊！像个男人，哇！变冰块了，被冰棒绿了，被冰棒绿了，头发也不见了，头发也掉了，太惨了，太惨了。OK， 你这里要跳哎、欸，你看旁边有一只哎、欸，有没有看到？有鳄鱼哎、欸，你们我好，我先跳，我先跳。我这么难忍啊！好、哦，我风之谷以前是忍耐任务王呢。啊，我。那一个一个跳了，一个跳了。只是 DDR 始祖就对了，每天都在汤姆熊每天跳就对了。哎、欸，这里可以上去，我上去了。你不要卡在这里后退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先帮你们探路。这边卡到人了，呜！嘿，哇，这里不能走，我们走另外一边吧。骷髅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帅。你们一下就把鞋子用光了？没有，我还有两双。没有啊，我还有一双。迷恋上。好啊，阿金丢啊。那、你丢啊！你有鞋子啊，你先丢。哎、三哥，你的人物这样左晃右晃，他把你过来正面看啊。怎样？晃小一点啊，好，晃小一点啊。左右这样就好了。哎、哇！怎样？我们在怎样？我到底怎样？哇！你晃晃看，你晃晃看，你晃晃看，我要看啊。我们是男生又没有，只有你有而已。看奶子啊、哦！靠背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别动，我好像可以打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打哪一只啊？没有，刚刚打就好像很晃就没有。好吧。你有捡到吗？鞋子有，我捡到鞋子。对。哦，这里。哦，这里这里要跳哎、欸！快啊 ，DDR 神、欸、上啊！DDR 神。等一下，我先看另外一边看是什么嘛。我、看这里是这里算了、这里不行走。哎、可以走啦，只是算了。你先跳这个比较简单啊。跳。确定跳这个很简单吗？怎么这里不行，这里不行，不能跳了。啊，你再跳回来啊，跳回来。你不行吧？你跳神、你要跳回来啊！你要去哪里？没有啊，那边我、那边不能走啊。真的假的？他没有戳你，没戳到而已吧。跳可以蹲下来。可以来，这好危险哦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！哇！他瞪我，跳的瞬间被戳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三小，有，我拿箱箱子了。为什么？我来开包。哎，快啊 ！DDR 神，每一关都为你设计的呢。我靠！真的假的？你赶快去跳那个镭射的跳台啊！你在那边会死、欸。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走。哦 ，DDR 神，你剩几滴啊？我还有100滴啊！哎、这啥小？走啊，这没事了。我先开另外一个，我先开另外一个看看。等下这个太危险了，你会濒死，这你会濒死啦！哦，你看，不听，你看，不听老人言。哇，这是什么？你就好好走刚那间不就好了？哇，真空吸引！哇，不要！哇，变垃圾了。走啊！干废物！妈的！你怎么都不听队友的劝？对啊，我们是老手哎、欸，你这个菜皮吧？他这个开箱跟之前大逃杀一样有，等级之分呢、欸。嗯，
所以你可以开到稀有的啊，开到怎样的？哦，再看，再要一次。我开到那个背心，他妈可以卖9.16块哎，靠背。你就好好工作，想些有的没有的，卖这些垃圾箱子、垃圾 skin。谢谢阿金，我决定要辞职，全职当一个半死二玩家，靠这个赚钱，好爽哦！干，你一件衣服就算给你卖10,000元好了，你能活几个月啦？干，卖，没有，我就每天玩，我就每天玩，24小时都玩到爆肝。啊，你每一个箱子都抽10,000元就对了，好爽啊！笨蛋。你看我的衣服，你看我的衣服，你看氪金有没有？有没有氪金？氪你妈了！你看，明天你不想看吗？你不想看吗？你看，这手能不能戳得到啊？这手能不能戳得到？不行，戳得到吗？用灰的嘞，用灰的嘞。我这灰的看我灰，我的捏捏，应该就是不要的意思吧？哎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可是那里面不能走吧？没有，这不能走啊！用鞋子看看。对啊，这不能走。哇，不行啊，那个里面鳄鱼啊！那说不定下面水可以站呢。屁的！你刚才走这里啊？鳄鱼只是玩偶，是啊。哎，你们不来看这个大爆炸？哎，哪里？哪里？人呢？哎呦，好香！真的哦，被猪打死了吗？这已经是台湾学生。啊，中间那个不会爆哦？不知道。哦，收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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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好美哦！买这个游戏看艺术装置啦，现在这个艺术装置。还可以敬礼一下哦，对艺术致敬。这个要你他妈挤沙小啦，走开啦！你站在这个角落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你站这个角落。对对对，站进去，我站这边，然后你就完全不能动了，这样。哎，你傻笑，烂东西，模组做太大了吧？他干什么？开我了，我被粉。他这边怎么过啊？绕过去。走这个门吧，这个门也可以走啊。阿金过去了，那慢慢走就好了。跟上。哦，这里，跟上，走那里，走那里，对，那你可以到下一层，直接抓到了，哎，这里有鞋子，这里有，走，跟着走，这里可以下去，我们在三楼啊，你可以看我们在三楼，没有啊，是鞋二，你鞋子，我捡了，不是我的吗？走啊，你先把鞋子还我。好，哎，你有一只，我都没有鞋子，哎，我奉献我的鞋子出去，我怎么穿不起来？我穿不起来，看了报应啦，我穿了啦，我下去啦。哎呦，这声音怪怪的哦。哦，什么？这什么？擂台？嗯？好像可以走。哎，可以，那个可以，安全的，安全。你不要往下走啊！右边是刺，右边是刺。白痴哦！没有，再往前走吧。可以吗？好像可以耶。水是空的，你要从边走。可以。阿杰捡鞋子哦，阿杰捡起来了。这游戏能不能推人啊？不，你不要乱推哦。好，有人知道了。你走下去了啦，不能走下去。哎，又是水啊！你为什么这么善良，把你的鞋子都丢完？这是我的，我两只鞋子都还在，好吗？你看这种人都等人家丢完了。这个游戏要活到最后一刻，没有鞋子才开始。对啊，你看没事。哇，对不起，好吧。来，不要说我对你不好。丹根没有筹码了。给你一个鞋子。啊，那你们走啊！轮到我要去冒身吗？给你一个鞋子。哎，我们能捡呢。烂哎。好吧，先丢了。走吧。丢。啊！可以走的。这个好像可以冲过去哦。这火焰蛮火的。砰！啊！对啊。那先开门。上面还有一间呢。我想要捡回我的鞋子。人为鞋死，其实蹲下来可以走吧？可以耶！啊，
哇撒下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出口出口出口！耶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我啦！跳跳舞跳舞跳舞！哦，好爽好爽好爽！好丑！啊，啪啪怎么办？ Yeah, 就死了！我来了我来了！哇！看一下，我观察一下，观察一下，欸、可以看的，可以看观察一下。爸爸来了，爸爸来了，来了，我来了，差点被烧死，耶、yeah! ！好了，啊，爽了，这样就爽了，就是爽了，爽了，爽了，这样爽了，那、啊、你怎么死了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怎么死了？你是离开游戏所以死了吗？我死了，离开游戏就死了。我离开呀，爸爸，你看我。有啊，你是直接躺下来的。哦，三哥，你看我，你看。有啊，看到了，直接躺下来，直接跳起来。糟了，还没要玩对战的、啊哦，对战模式。哇，我死了！对战模式，对，好啊，我们刚好结束。嗯，刚好结束。可是啊，是啊，没有啊，你他妈的要上多久？干你、啊！你他妈不能避给是不是啦？啊，如果我干、欸，这个还是有陷阱嘛？对，还是有陷阱啊，就是这样，这样会死哎、欸。还没揍到人我就死了，所以你自己要注意啊！靠北！我看你俩闪光弹，干你俩嘞！他小了、欸哦，好多夹娃娃机，我不要走这，好像只会闪一次。哦，安全、欸、安全！我看到门上面有写一分钟在倒数、欸，哎，有看到吗？没有、欸，有、欸、有有有，那个在闪红色的房间是什么意思啊？啊闪红色是不是有毒气啊？就是类似大逃杀那样啊，你继续待在那个房间，它就会爆。对，你要逼你走路的意思。哦、有可能哦。就毒圈呐、啊，毒圈的意思啦。它地下会有刺，你仔细看。我靠！闪光物质，物质转换器是什么、啊？哇！它可以封门。物质转换器可以封门。大家都被有东西弄死。一个武器耶、欸！啊！闪光弹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根本找不到人，就已经先死了、啊。我这里还没看到人，只剩二十秒嘞，这怎么办啊？啊，就没有啊，就不要走红，不要走红色房间。嗯，走红色房间，你就会被，你就会被那个毒气毒死。那是逼我们往前就对了啊。对对对，逼你们往前。看我捡不到我鞋子，奇怪，怎么办？没遇到人。嗯，走刺的房间不会怎样啊？没有没有，那个刺是时间到会扎起来。我都看不到人了。我捡到武器了。我听到我旁边有人。我也听到我附近有人哎、欸。哦，我防弹背心。我干你！你还有闪光弹？没，好紧迫啊、哦！这个游戏嘛，要一直冲、欸。又要看有没有陷阱，又要看有没有人。看，你就是往有人、欸、往时间多的地房间冲就对了。哎、欸，这是谁？啊，干谁谁谁啊？看我啦！没有啊！哦哦哦哦哦哦！走啦！干谁啊？干谁啊？干谁啊？谁啊？谁啊？没有武器啊！干你娘！我不想死。哇！啊，你就自己烧自己，不是你自己烧自己，关我屁事哦、喔！啊你一直打我啊！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妈的！我有，我有神器哦、喔！我跟你讲，干！哈哈哈哈哈！干巴斗力木！爆炸的时候，结果爆炸了！你的血怎么那么多啊？杀不死！为什么你没有被我烧死啊？啊、哦！有刺有刺！我又没有站在那边。我要补，我要补一下，我补一下。还可以补？哎、欸，没时间了，我要先走。你在揍谁啊？这是谁啊？有没有？来啦！哎，这边只有十七秒哎、欸，靠背。我还可以打这敲三血。太早。哎、欸，打人呢、啊？我血全满，等死。哇、哦，全副武装！你要去哪里啊？你啥脚？是谁啊？哦，他丢靶了，他丢靶了啦！敢揍他，揍他！开火箭！揍他，揍他！他妈的，走啊！快走啊！揍他！敢揍他！揍他！耶，毒死了！哇哇！觉得你们在我附近混战呢、欸？耶、
快逃啊！哎、欸，哇，结果啪啪会不会？我想到会不会一个人都没有遇到，就突然就赢了？没有，我把自己杀了。我刚我们俩厮杀了。哎、欸，出口在我眼前哎、欸！出去啊，出去啊！ Yeah! 我赢了。太烂了，靠赛，靠赛，没有靠赛啦！干、欸，没实力，乐色。那我杀了一个。这死了不能观看。啪啪是靠赛打游戏、啊，不行呢、欸，不能观看。我也当了一的。其实这个。地图还蛮大的嘛。哎、欸，谁？我有全套哦，你要怎样？哦，你跟我说对不起。我靠！哇、哦！哇、哦！啊，那是谁？大哥有话好说。大哥。大哥有话好说。乱理的吗？这谁？你手上是拿什么啊？啊？补血的、啊。我补、啊、还有补血啊！这干的，我补一百滴哦。刀是不是？一起干吗？是不是？干有金子。这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哎、欸。呀、啊！哈、啊、哈，没有血了，干！我的好急死哦！干我干！被平民哥打死！哎、欸，你怎么被我打死的、啊？那个干什么？你干干什么？我的球蛋！干吵傻小，好吵哦！看，他第一件事把啪啪杀了，把的就是哥过来，我有外血啊！我有武士刀，我很小心眼哦。Holy！ 啊干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你看错了，这没有人啊！我突然。也被戳死为什么我第一个都是遇到你啊？妈的，来呀、啊！妈，不要，我要先走了。我们要组队，我们组队了。有帽子哎，你要不要剪？组队！我靠，你们还组队？我要组队了，我跟你讲，干不公平啊，不能组队啊！你谁啊你？啊，你谁啊你啊？戴全帽比较屌，就是。干！你们不能组队啊！傻小啦！一堆八加九，好好笑啊！哦，好痛，好痛！靠背被烧死了。哎、欸，有没有补包啊？你？哎、欸，不给玩游戏啊！这边，这边。好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样。隔壁的声音吗？这毒，这刺要长起来了。他妈一堆八加九。啊、你就比较，我干！哎、欸，这不是有地吗？靠背，哇，死掉了！操！我刚才就是这样被插死的。要干！哇，我的 partner 没有了。太爽了，够太爽，没注意到。他开始打人的话，你就打他、啊。完了，我们看到人就先问说是谁。谁、啊？要不要这样？这是谁？这是我。哦哦，哎、欸，我们三个一组了，哦，我们三个在，那走，一起走。找出口啊！你们从哪里来的、啊？反正就往中间挤啊！后面都已经完蛋了，我要死了！对啊，往这里，哇！今天要过陷阱了，开始捡装备了。我、哦、怎么捡不起来？先认一下，长什么样子？哎呦呀！干，这水好痛哦！哦，后面有事了，这样就没事了，应该是吧？对啊，这样就没事了。快往前啊！后面要变了。这个怎么办？可以不要急，大家都有机会。哇！直接被蛇烧死。好、哦。你有没有丢鞋子？好。鞋子没有。哇！哎、欸！你把我跑进去啊！没救了，没救了。我还以为哇，没救了，没救了。另外一个房间。快走啊！我们三个都遇到了。好，我遇到那个韩国人。好、啊，叫我们推下去。哇！中山小，没救了，没救了。哎、欸，我在终点房了。干，我要死了。那你跟韩国人厮杀吧。哎、欸，我有箱子了。厮杀了。快打爆他！打爆韩国人！没有时间了。我来救啪啪了。这是个现实。太现实了。我什么也不看了，看到人就劈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谁啊？是你吗？我，韩国在前面，韩国在前面，砍他！杀他！杀他！先杀韩国人，杀韩国人。他站在那个上面怎么杀、啊？就没办法杀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
不要让他过来。妈的！真敢跳啊！你给我跳！你跳！他被吃了！丢他东西，丢他东西啊！他被吃了，他被吃了！他下去了。啊！终点房在哪里啊？就这里啊！就这里。是我们两个哎、欸。那、啊、怎么办？准备好了没？死杀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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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起来！杀起来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，孩子们？干！这个船长，船长！我要帕克打起来！帕克！有我在打了！帕克尝试切他中路啊！有我在切了！等一下，红师傅，帕克不要脸！帕克不要怕！嗯，我为什么我死了？哇，你装备是太烂了！不可能啊！我刚血好像会受伤，然后慢慢一滴一滴扣、欸。哎，没有，阿金刚流血了。我的武器有中毒效果。好，难怪。哦，这个游戏也要开外挂、啊。干，臭外挂仔！怎么会有什么模组可以装啊？这是死亡复苏是不是啦？盒子里面都会有啊。妈的！我要记一辈子。我以后玩游戏，我都要把他妈弄死。干！这犯贱。像上次那个游戏也是。我靠！哎，你看你记超深哎。弄死你！妈的！他、啊、不玩了、喔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睡不着了，啪啪赢了，耶！邪恶又获胜了，对，连啪啪都这样了，邪恶又再度获胜。可是说哦，不要，我们大家和平共处啊，杀小的，然后一看到人就接了，背后就开始打脸，操你妈的！这边有三个证人哦、喔。没有好吗？刚刚我们是一起杀过了、哦是啊，我们是混沌玩家。这世界就是摆脱不了这种邪恶的根源，就是有一个啪啪。其实他才是真正的，好了，他才是真正的东巴啦。好，啪啪跟我们玩可以，但是你要自费武功七成，以后进游戏你就要先把自己弄到红血，我们再一起玩。我看你们走开呀、啊！